新加坡的观众朋友，以及来自中国的朋友们，还有我可亲可敬可爱的粉丝们，你们好。一个多小时的穿越，我终于回来了。其实今天在座的很多的朋友，包括新加坡的朋友，很多都是第一次看李玉刚的演出。希望今天的演出能够给第一次看我演出的朋友们留下一个深深的记忆，同时也希望李玉刚这三个字能够在你的心坎中留下一点点的回忆。再一次感谢今天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接下来向新加坡的观众推荐我的一首老歌，我的所有的钢丝们都会唱的一首歌，也是我的保留曲目《新贵妃醉酒》。